说对不对啦？农民想要听的是什么？农民想要听的是销量跟价格。他现在跟你讲，你有的种就很好了，到时候没有主权，你连种的权利都没有。你叫他妈的干话打五好不好？失去主权就没有土地耕作了。赖清德喊话，守护主权。我们一起来喊，照顾农民，守护台湾主权。欸，我觉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啊？我写的正巴啦，你高工守护台湾主权，哦，农民就是要卖出去卖一个好价格而已啊！你认同我打一好不好？为什么这些农民要守护主权啊？你说国军守护主权就算，你又怎么种个巴啦也要守护主权啊？是不是主权凤梨，主权巴啦，莫名其妙欸！如果台湾没有主权，农民哪里有土地可以耕作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大家说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啦？你们有没有说对不对啦？说对不对啦？说对不对啦？农民想要听的是什么？农民想要听的是销量跟价格。他现在跟你讲，你有的种就很好了，到时候没有主权，你连种的权利都没有。你叫他妈的干话打五好不好？你好，我是张老大，喜欢我的评论吗？赶快搜寻 YouTube 张老大来订阅哦！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晚上10点都会现场直播，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！